大家好，今天葫芦与您聊聊胡耀邦长子胡德平警告习近平的事。据《南华早报》报道，中共改革派已故前总书记胡耀邦的长子胡德平昨日在一次研讨会上告诫中国领导人：苏联致命错误之一是因为他们是一个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另一个错误是他们僵化的经济体系。胡德平说：“二十世纪的历史证明，资本主义国家依靠技术进步。” 和提高效率，而不是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成功的促进了经济增长。相反，苏联走上了一条死亡之路。胡德平警告，中国不应该在改革进程中退缩，我们必须充分了解改革的方向和具体目标，不要倒退。我们必须吸取苏联的教训，并坚定的改革坚持到底。胡德平说。 改革开放的每一步都不容易，未来我们将面临各种风险和挑战，甚至可能遇到难以想象的可怕的海啸和可怕的风暴。只有改善党的领导和治理，才能确保改革开放的船只向前发展。身为自由派的胡德平曾任中国统战部副部长，现任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向来强力支持民营企业与经济改革。胡路认为胡德平的警告。 对阻止习近平的政治倒退是有益的，但为时已晚。习近平是要一条道走到黑了。另外，胡德平作为红二代，仍然没有跳出保党的窠臼。接着，葫芦与您说说华春莹怒对彭斯副总统的事。一月十六日，美国副总统彭斯在美国务院举办的驻外使节会议上声称，中国过去几年来经常无视国际法和国际规范，美国不会再对此视而不见。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十七日将彭斯的言论斥为国家诽谤行为，并表示美国最没有资格在规则的问题上对中国指手画脚。华春莹在当天举行的外交部记者会上回应相关记者提问时，先问道：“我不知道有没有一种说法叫国家诽谤行为？”接下来，他表示，一段时间以来，美方就债务、贸易、南海、国际规则。 宗教自由等问题，对中国的内外政策进行种种无端指责和污蔑攻击。华春莹称，说到国际规则，美国对国际规则合则用，不合则弃的双重标准是赤裸裸的，美方最没有资格在这个问题上对中国指手画脚、横加指责。葫芦感觉华春莹越来越像一只愤怒的刺猬，风格也越来越彪悍。彭斯副总统的话。 不是国家诽谤行为，而中国报复加拿大的行为倒是国家恐怖行为。今天是赵子阳逝世十四周年的忌日，葫芦与您说说公众悼念的事。一月十七日是已故中共总书记赵子阳逝世十四周年。据报道，在赵子阳位于北京富强胡同的故居附近，今年的守卫比往年森严，清晨已经有大批公安车戒备附近的马路口。 亦有穿制服人员截查路人，检查证件，只有赵子阳的家属及旧部下可进入。赵子阳的儿子赵二军表示，只有家属获准进入故居，而且都需要先行登记。据中国人全民运信息中心报道，至今早九时，已有至少十二部公安车在富强胡同附近戒备。天安门母亲丁子霖两度被公安警告。 不要去赵家，今早有公安车在他家门外把守。赵子阳女婿王志华不久前对民运信息中心表示，赵子阳与妻子梁伯琪的骨灰至今仍在家中，没能安葬去公墓的原因是当局担心骨灰安葬到公墓后，民众可能会经常去拜祭。赵子阳的老部下、原中国新闻出版署署,署长杜导正今天上午去到了赵子阳家拜祭。今年亦是六四事件。 三十周年至今天中午，丁子玲仍被公安阻止去赵子阳家拜祭。内地知名独立记者高于在社交网站贴文，指自己被迫出门上岗，限制自由三天。有公安要求他今日不要前往拜祭，亦不能到赵子阳故居致祭，他只能托公安替他送花牌。被视为中共开明派的赵子阳，八九名运时反对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元老。 出动军队镇压民运六四事件后，被解除包括中共总书记在内等所有党内职务，仅保留党员身份。其后被软禁在北京家中十六年，直至二零零五年一月十七日去世，终年八十五岁。葫芦感叹中共的怯弱，公众纪念赵子阳也戒备森严，真不知他们怕什么。好了，今天葫芦就与您聊到这里，明天再见。